这幅画是由三亚市实验小学6年1班高天月同学所画，它里面画了椰树、国旗和本届运动会吉祥物吉贝。这封信来自三亚市荔枝沟中学9年1班洪琼花同学，他在信里面写着他的家乡是海南儋州，古称儋耳郡，还介绍了一下儋州吊生和儋州的美食。在信里面有一句话，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同心之火生生不息，团结与奋斗扬帆征程，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。